为什么那么坚持自己真的能做到呢？为什么要走不一样的路？真的可行吗？为什么总想自我挑战？真的有可能吗？为什么不呢？自我怀疑就像不断滋生的头屑，总想扰乱我的头。我绝不给他们任何机会，给我通通清掉。发丝清爽，头脑清净。我是易烊千玺，无懈可击，迎头向上。